吴书记，吴书记，祠堂里面我们全都收拾好了，就等着你们的课桌和椅子了。放心吧，我们几个加把劲，天亮之前一定要把它做好啊。好，我就拜托了。哎，大丁啊，啊，吴书记，啊，来了，有事吗？有，说。文，有什么话你就说。文，你说呀、啊。那好，我想参加赤卫队。想通了。想通了。那个，咱村里不都参加赤卫队了吗？啊。再说前些日子，跟吴书记，你们到我家去也问我参加的事儿吗？我当时也不明白赤卫队是怎么回事儿。就你们走了之后，我们家秀姑天天数到我说呀，说你别啰里啰嗦的，想说什么就直说。行，哎，这不是吗？我看大家忙忙乎乎的，为乡亲们又出力又流汗呢。你说我一个大男人，我也不自在呀。我寻思我来申请一下。我想参加赤卫队，也不知道晚不晚。现在不晚不晚，有这想法就好啊。不过我得跟西妹子爹说一下，他是赤卫队队长。行，嗯，那你说呗，大爹。嗯，挺好。那我就算参加了呗。行，陆麻子，嗯，那可就这么定了啊。这赤卫队可是咱们红军的好帮手啊，一旦成为赤卫队员，那就要准备流血牺牲。放心吧，吴书记，我一定能拿出杀猪的劲儿来。哎，有这话就行。那行，那你回去准备一下子啊。啊，过两天通知你啊。好，好，吴书记。不是，走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又有事儿啊？啊？还有点事儿啊。你说呀。大爹，啊，我昨天听他们说村里给每个赤卫队家都分头牛，是吧？对啊，凡是赤卫队员，家家有份儿。那我参加赤卫队是不是也得呢？应该有，不过今年的牛啊都分完了，没了。要不这样吧，等到明年谁家的牛生了小牛犊子，给他分一个。哎，这也行。明年？那只能等明年了。那要不明年我再来。这好办吧？把我家那个牛先让罗家兄弟捡去吧。这不合适吧？哎，合适，大爹，那不都是赤卫队员吗？你看兄弟真仗义。行，那个牛啊就在我家院子里拴着呢。啊，我行，你见了东子妈就说我让牵的啊，去吧。好，那我牵着先的啊。行行行。那我先去了。干什么你？那我去牵啊。去吧。哎，东子妈。这个妇救会主任同志啊，摘菜呢是吧？哎，快来，快跟婶打招呼了。是婶子，他仔来了啊。渴不渴？不渴，渴屋里倒水喝。不渴。那就坐歇一会儿。不用，歇一会儿。不啊，那他不坐，坐。不坐。小孩儿。哎呀。这个妇救会主任同志啊，有事儿说事儿啊，少套近乎。
那我就说，你们家邢毅呀，让我来牵牛，他把你们家牛给我了。牵牛？对，把牛给你了？是，你们家邢毅亲口跟我说的。胖仔啊，去把牛牵，咱们走。去啊！胖仔，哎，不是，这牛是分给我们家的，凭什么你们牵走啊？我参加赤卫队了，你们家邢毅把牛就给我了。你参加赤卫队了？啊，我入赤卫队了。另外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家邢毅现在是红军的排长，那红军排长说话就算话，你不能总拦着，你得给你家邢毅面子，是吧？他没跟我说这事儿啊，我一个大男人还能骗你吗？你不信等他回来你问他啊。另外，你们家行一身仗义啊，你等他回来啊，我好好请他喝几盅啊。你怎么连牛也不会解啊你啊？走走，快看，胖子把你们家牛给牵走了，快，过去看看。站住！有人抢我们家牛！我没抢你们家牛，是你爹把你们家牛给我们家了。我不信，你们家没分到牛，还抢我们家的，还给我！哎哎，还给我！放手！还给我！放手！给他！还给我！给我们家的！抢我们家的！别人抢走了，你爸答应送人了。东子，别生气了，把这书包给春芽子送去。不，我要我家的牛，不给胖子家。哎呀，听话，明天就开学了，春芽子还没书包呢，快去。我不去，我就要我家的牛。你说你这孩子真是的。东子，东子，看，爸爸给你和芽子做的啊。好端端的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啊！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咱们家的牛，是你让罗麻子牵走的。哦，为这事儿啊？对，是我让他牵走的。你凭什么呀？咱家往年都是人拉犁，做梦都想有头牛，可眼下牛分到了，你倒是真大方你。大方不大方都得这么干，人家罗麻子今天加入了赤卫队，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嘛。再说，我怎么也得……我看他是没安什么好心，什么主动要求进步，就是冲着那牛去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又小肚鸡肠是不是？你现在是妇救会主任了，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呢？我不是没进步。我是这牛啊，要是分给别人，我二话都不说。可是你给了罗麻子，我这心里……我看你呀，真是女人家，